是那个时候，比如说通过有干养生的朋友，他推荐用了有半年，但是说没有效果，所以要查到这个医院，评论还都是挺好的，也是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状态、心态来看的，但是治疗下来，现在已经康复很好，还稍微完美。而且那个时候中间有朋友介绍去华医，他那边是通过西医治疗嘛，有那个激光冷冻，我也感觉那样容易复发，而且对身体伤害挺大的，所以就第一选择就是来我们医院。中医呢，就是现在体会就是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就是说吃了加外敷那个套，没来之前就是说。白带挺多，而且是那种有的时候有那种豆腐渣状的，分泌物排出来，现在都没有，而且现在就是内裤一点穿下来的话，都是很干燥的，很干净哈，对对对，很干净的。是的，我们这边一个就是有病毒感染以后，结合着有像你这种情况下蛮多的，结合有霉菌性的阴道炎啊，通过治疗以后，就霉菌阴道炎，有的人改善甚至治好了，像你这种情况就是，霉菌性阴道炎基本也就没有太大问题了，而且糜烂啊各个方面都恢复得很好。那就还有就是说，这边你们这些医护人员态度特别好，特别满意。最后反正就是个人卫生啊，或者还有。自己以后就是避免间接感染，不要再次感染啊。还有饮食这一块呢，倒是没有什么太大要注意的。怎么说？少走弯路吧。感谢田主任，感谢顾医生，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们真的要走很多弯路。